介绍一下我们这对，好，不晓得是帅哥美女还是帅哥美女，帅哥美女，哎，一起来欢迎啊！来，邝美云，转椅转椅，滚球大战，耶！帅哥美女，什么什么？帅哥美女来为来作伴，一样帅，好，一样菜，一样帅，好。陈志鹏，滚球大战。大家来挑战！啊哈啊哈！对了，口气很狂，好像他们是盟主哦。那快当盟主了，真的吗？帅哥美女吗？你们那边哈，那一个共都不要共好，我们看看，一个共都没要威了。哎，没要威啊！我们来赶快来看看我们这边，欢迎我们真正超级大帅哥张宇。滚球大战！张宇乱窜。张宇乱窜，看到没有？我刚刚很担心的，这个下面很滑，你跳起来真的摔一跤，抓包了。没关系啊，哎，接下来欢迎这位，歌也唱得很好，期待他赶快出唱片。好，欢迎姚戴维。来，你艳艳，滚球大战，人美球技赞。好了，阿林、邝美云也一起说了。我们有点咳嗽了。不是，讲真的，在这之前我已经对这句已经。想了很久，我在想，我真的不要这样子讲，因为把事实讲出来真的是不好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有时候不要再说实话，对嘛？那我什么事啊？你那一队的？好嘞，马上开始我们的星星大擂台，耶！哪一队先？剪刀石头布，好不好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啊，张宇先，张宇加油！记得要耍帅哈。记得要耍帅，姿势很多，不是，瞧啊！我实在很想闹他，可是他是我们这队的。哦。哎，不错啊，九哥。
又全倒了，真不要了，全倒了。有，厉害耶！加油加油！转回来，漂亮漂亮！有希望了。你打他球，直接粘在手上。下次下个礼拜再来正式比赛，不要影响我们的球员。Okay. 漂亮耶！给你啊，这一球给他打嘛，你大头打嘛，打个十个。用左手嘛，用左手嘛。左手，要不要用左手丢丢看，就满足他们一下吧。快点，快点。负负得正哦，你刚刚打了两次哦。不要，站太看不起我们了，请你用右手。我们有体育精神的张先生。既然你这样说，你就喊个拳种吧。呜呼！邝美仪突然生气跳起来，好，张宇也就顺水推舟了啊，这个人厉害。反正也不会打左手。哎，差一点，不错不错。我们看到潘杰宏今天的成绩相当不错，142分，漂亮。不要打了。你给我近看看。哎呦哎呦，漂亮，精彩刺激，先马上看看最后一场高兴，他待会再打四赛的他们赢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好，加油，换他打，好，换他打，这应该是换邝美云的，换 Colly 的啊，是是是，我们可以交换的，刚没有，我们刚刚最后一球也是交换的，那我再打一球嘛，可是你刚刚已经收掉，现在换他啊，对不对？不是，这个这一定要讲清楚，好不好？你们这个好凶哦！你们商量一下，商量一下，商量。不要为了打个球，大家和气伤成这样子，不行了，你们真的不行这样，真的不行。来，好来好来，谁打谁打？哎，节目快结束了，过一些气给他可不可以啊？还要过气给我？过气给那。我被威胁了啊！有人说我敢打的话，我就给我记住，记住就记住吧，就记住吧，好不好？记住你的香，我知道。对对对对对，打个十帅，你们就赢了哈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没有了没有了，吓死了！哎呦，吵了老半天架。来来来来，你们四位来，再让你打一次。打完十一根，打得到十一根，我算你赢。求到我们我们打。
绝秀记》，还有高级男士护肤礼券，下次再来火拼一下，好不好？稍待会继续看我们的《滚球大战》。